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圣而庄严的国旗队。本届校运会徽章，四个圆环象征我校队紧密配合、团结协作；数字十七代表我校十七年来的奋斗历史，它代表着实验精神，必将激励着实验精神在校运路上勇攀高峰，再创佳绩。看着青春的节拍，看着青春的风采，现在跟上我们迈向口白的是由1968在场上，我们的精神更高尚，意志更顽强。